然后走过去到左边，来这边。好，右边右边。还是有这边哦，对。先帮忙。这边这边，谢谢。好，中间这一排哦。好，左边。谢谢。好，再回来这里哦。好，再下来。好，再转一下，再转一下，再。OK 吗 ？OK， 要单拍喽。再往左边一点点。OK， 好。刚好，刚好在中间哦。好，左边。这台这台，谢谢。好，来这边，对。来张总。好。再换一下，不会。好，回来中间哦。那你们可以先说自己分享，就是你们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吧。应该是那个情绪很重的吧？小妹那情绪很重，那个吃卤肉。在那个就爆雷了。哦，真的爆雷哦！对对对对对，吃饭。吃饭，就说吃饭就好，情绪很重，吃饭。那一场其实就。拍蛮多次的，就是你应该也很有，因为我看剧本，我就跟我就觉得我做不到，我也觉得我
做不到。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的话，我就不能离开这个拍戏的现场，不能下班。对啊，不能下班，大家都等另一个。我也是。导演是不是也有跟你说？导演就是规定我在哪一个点的时候要哭。对，就是希望在某一个点或某一句话，所以就是这个部戏真的特别难演。哦，慢拍了大概多久？多久？二十几次都算久，可是你还没有哭，你没有哭到干掉，我只能回家就扁掉，回家脱水这样子。对啊，直接脱水耶。你要狂喝水吗？有，因为有人说呼吸前要狂喝水，每天要一次。那大圆你有吗？就是你有哪一场是被导演刁到好一直 NG？ 天，因为我的衣服是薄的，薄纱，对，因为漏一个刺青，對對對。然后我们在拍的时候刚好是半夜，我记得拍到早上5-6点，就是而且那天是最后一场，就是整部戏的杀青戏，然后也是在某一个 moment 的时候要掉下眼泪，要讲到那个字的时候要落泪，哦，就是落不出来。那后来怎么办？我已经整个也是扁掉了，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是，他还可以拍20几次都有眼泪，我是已经觉得我的眼睛已经完全再也这辈子的泪水都哭完的那种，隐形眼镜掉出来的，我没有戴隐形。然后我已经也是哭不出来，然后柏宏就是同一句台词，我应该也是20-30次，就一直讲，然后讲到我可能已经松懈掉，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哭不出来，就是因为你盯住盯在太盯了。但是我已经就是他已经讲到我可能已经疲乏，就随便了，算了啦，然后才有感觉。那你们那合体是在哪一个合体啊？不知道啊，朱轩阳问你们是哪一个合体？因为很像哎，旁边真的是一样的吗？没有没有约会情侣啊。可是因为我们拍的时候都是半夜凌晨，真的没有心思在注意别人，因为冷到爆，冷到那个救生毯，就是一塌。那一天是寒流来。哦，你那天寒流，你那对不对？是寒流来。对，已经冷到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也哭不出来，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的阴嘴巴，我已经控制不住我的嘴巴。他穿薄纱应该没办法穿。然后抖到我已经控制不住我的嘴的台词了，我还要落泪。那你们会觉得河边是一个很好约会的地方吗？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吧。所以你们会选择河边约会？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发现大家都去大道，不是，大家都去华山草原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华山草原，有，不是很多人在那里被拍，所以就是所以就觉得不要去。对，我也看到哎，至少两队先做功课，就被拍好删掉，对啊，然后还有星星秀他也删掉，那我们现在你在发抖这个。我有做功课，我是细节控。我以为你不会去发了我这种。那你觉得目前哪边没有被发现？还不讲。我觉得应该很多地方都不会被发现吧。除了 motel， 我会去的地方不太会被发现。都会去哪边？什么山上、海边之类的。哦，山上、海边，对，河边也是类似这个概念啊。不够远，不够远。要再开车，要离城市再远一点。没有，他想拍你的话，他想尽办法都会开车过。所以我觉得在家是最好。还在家。可是大圆，你会被察觉自己被跟拍吗？不会，从来没有被察觉。我不会，我的另外一半比较敏感，他会觉得，那个人那样，我就说有吗？有吗？刚刚有吗？那怎么办？那时候就要解散，逼。不会啊，我不在意，我不拍就被拍耶，我就没有做什么。因为我在外面也不可能做一些就是亲吻啊的举动，但我现在已经放开了，可以走在路上。公开了，对。那一开始没公开的时候，总会就是避开吧？没有，我没在避我很少避。哦。但他本来就不喜欢出去外面约会的人，对。现在比较长了，我现在就不怕了，来呀来。来，尽量拍，尽量拍。那你都在哪里约会？接下来去日本喽。哦，成本很高，那我们就算了。你要跟的话，成本太高了。日本哪里出手？去追一下入名这样。你真的等一下赶快查。对啊，我等一下查。想问一下两位，就是那个角色的感情观，自己是能够理解，看到剧本。我自己是蛮能理解的耶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会有这样的控制欲，其实也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创伤，或是他比较没有安全感，内心的匮乏，所以才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自己知道在那个当下自己是被爱的，被在意的。
所以是蛮可以理解的啦。我觉得如果双方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模式的话，我觉得那也没有不好。那你是控制狂？我巨蟹座哎、欸，巨蟹座是吗？巨蟹座都会啊，就很像妈妈，就哎、欸、你要多喝水，然后多吃蔬菜。你今天便便了吗？便便也问，对呀。那你是会要另外一半报备的？跟你讲说他现在在哪拍照，就是跟戏里面不会不会、你的控制是为他好，身体健康对妈妈型，对，反而更难达成，对不对？拍个照就是这样就交差了。我说你今天喝水有2000吗？哇，你怎么这么有钱？没有啊，他可以倒掉水壶吗？哦，那没有没有，我不会帮他装，我就会说，哎、欸，你今天有喝水2000吗？那、他没有、欸，那你今天是不是没便便？你看，你就是水喝太少，你就会一直念，对，像这样的类型。对啊，大元是就是在剧中比较，我比较像你的角色，就是剧里面的控制。你会教他拍照？我会，我说，哎、欸，现在开始去，那现在需要拍看一下后面有吗？直接开视讯，确实在采访。我会叫他，他不会那么控制，但我是这么控制是的，所以我蛮能理解你。还有新颖的那个迷信的角色，因为我也很喜欢算命，我也是迷信。那你们会做浮水吗？浮水，对啊，因为戏里面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一趴，就是有一个部分是有人做浮水这样子。你们会迷信到想说哦，这样子对身体比较好，就是下浮水在另外一半的水里这样。现在比较流行圣木吧？对的，啊，圣木我有点。那人家会这样烧吗？哦，那我会，我会加到那个酒精里面喷喷它，当净化空气，哦，就很香香香的酒精。那你会先讲吗？因为像会有人会 care， 就是你要先讲，因为他觉得爸爸要这样浮水。不会，我觉得圣木蛮温和的，因为它就是一般的精油，可是还是会跟他讲吧。不然你就直接喷哦。你说，说，哎，我现在喷这个香香的，里面有加生物。我不会特别讲哎，啊，你不会讲哦。那有另外一半因此生气吗？就是我不喜欢这种味道啊。没有遇过，没有，因为它是很天然的木头的味道。可是有些人还是会不喜欢洗。对，我不会在外面喷，嗯，会在外面喷，就喷自己的手。哦，那道元，你有迷信到对锣鼓下什么？下蛊，没有桃花，没有桃花。但是如果桃花，我前阵子有去老师那边，给老师就是泼符水，然后打脸。那老师说我旁边有干一个，真的假的？对。那你为什么突然要去算？因为我那阵子也觉得我怪怪的。对，很久一阵子，去年了吧？有一阵子我自己觉得我每天就是心神不宁啊什么的，因为我本来就很迷信，所以我就去请就是。家人的朋友在庙里面做事的，请他帮我看一下我的生辰，他就说旁边有一个小女孩还是男孩，我忘了小朋友，对，就赶快去庙里面处理。然后我可能觉得哇，被打完了，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打脸，是真的爽吗？真的，真的被打你的脸，整个脸蛋啪啪啪啪，然后再啪啪啪啪啪，然后重点是对面还是人家住家，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可是被打完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血液循环也好，被打完照镜子，他们就说你看你的脸是不是变亮，气色变好，对，当下照镜子打他打他真的有差，哎呦，你真的会觉得哇，自己容光焕发，然后我一觉得有效，我就会立刻把我另外一半也给你去打一下，去敷脸打。是这样子算迷信？没有，是老师，老师很恐怖，因为他把你的脸，他就真的是啪啪啪啪啪把你打醒，是真的很痛的。那是人生我第一次被打的那么大力，全身是有打到，打到这边你上，对，都被打。哇，可是他也觉得打完之后，他也觉得打多久或是打几下？我没办法算哎，大概打很多，五分钟以内可以打完，但是很痛，因为打到五分钟，对，因为打到就是我隔天眼睛就直接感染。因为那个浮水会喷到眼睛里，然后眼睛整个就是感染。那是边撒浮水边打哦。对啊，那眼睛要闭起来。他一打是真的会打到眼睛，打到鼻子。真打完身体有什么就是感觉比较舒服还是怎样？就是觉得精神真的变好了。但可是真的就是只是被打醒了。对啊，就是当下。对啊，这样。可是有时候是心理作用，你就会觉得哦，那个被打走了。要现款多少钱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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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。可是不用的，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应该是。你可以打人，我也不收钱。我做功德，那我再介绍给我们打。好，等下问一下再打，不是啊？我介绍那个。对啊，我打你就好了。可是那个该处理的那小朋友那还。
你是被就被拿走、嗯。会不会那个小孩是一个预知？就是想他来找你，妈妈不是吧？他是说有些，对啊，他是这样，然后还把他打走了，啊、是不是？他是个调，但他有说他没有，他不会害我，因为有些是跟被跟，比较讲超迷信，对，就是被比较不好的跟，你会有想要。就是就伤害自己的念头，但是我都没有，他只是让我就是觉得昏昏沉沉，每天在做梦的感觉。我有一阵子有这样，就觉得我分不清现在是现实还是我在梦里这样。那阵子真的不知道什么这样。那父母被打完那个感觉是什么？哇，好清爽！他也是感觉我是有病的心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没有，我说他打完就梦，他好像也觉得有。真的怎么了？觉得有用，绝对高音都飙了上去了，跳更多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的。我觉得好像变人变得比较清爽吧，我忘记，忘记了。我觉得我比较感受。小时候你有这种迷信吗？我完全可以理解，因为你是有点，我是没被打过，但是但是我会好奇，我会觉得好像。资讯可以留下来，然后之后有人说不定会需要、啊。因为你已经遇到这种问题，你就想找到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啊。对，而且你没有什么损失，你只是皮肉痛，对吧？有血液循环的，死马当活马，而且也不用钱。对啊，不用钱，不用钱，性价比很高。哎，要我想到要钱的，你要买对买那个香的钱，他要哦香油钱，对，他要再帮你拿去烧这样。哦，那好像还好啊。对啊 ，CP 值很高。那不是小象你自己有什么迷信的经验吗？还是你是那种迷信被刀砍的那种？有那种刀疗吗？对啊，刀疗啊。没有没有，我怕痛，我怕痛，我很怕痛。就是我现在刀疗可以治疗你过敏。对，你要去。我要先看有人成功。比如说大人跟我说，我去刀疗过，我已经刀疗过，然后就马上，那我就会去哦，要旁边的人试过。对对对对，就像被打过很适合，你就会去被打一下，就是会可能还蛮好奇的。但我是没有就是触碰跟喝浮水侵入性的这种，但我是相信，像卡罗那些你会算吗？会会，我还是没去学。我已经报名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下礼拜要去学塔罗，所以很多事情都会算，但没有算到自己就是演这部吗？没有，然后里面还结合一堆时事这样子，结合什么什么时事？这些时事啊，没有，就是说比如去河滨啊，还是去浮浮水啊。哎，所以你现在可以自己算命吗？我可以算，但是你可以帮自己吗？我现在学的可以帮自己，可以帮自己算。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一直去找别人算，好贵哦，那不然自己学一下。重点是我不好意思问他太多，因为他知道你是谁之后，就问太多的话就会知道太多，但是真的会尴尬。你自己学？对，我已经报名，你就把它记下来。我也是现在对身心灵的都好有最近对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上班中。哦，那你们有就是曾经有算到觉得很灵的吗？或者是很玄的事情？就是他讲完之后，他真的发生了。好像星盘吧，算星盘的时候有说到可能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要小心什么，或是要注意家人什么什么，那就是有发现好像真的要注意这个东西。嗯，对啊，我觉得你有在看唐老师的，就是有，我觉得他讲的都蛮准的。对啊，但是有时候就会有旁边比较理性的人说，你都把你自己的事情带入啊，当然准。那就会觉得被，因为我身边的人就跟我说，说不定是有人这样跟你讲，然后你就往那个方向去想，对，你会往那个方向。所以吸引力法则什么的，它就会成真。哦，对。但你们还是很灵性，是吧？宁可信其有啊。不是因为有时候我不太做不出选择的时候啦，需要二选一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找老师帮我选。对，因为两个都可以的话，你就选不出来。那像什么要不要结婚、要不要生小孩这种，你会去算吗？或算日子这样？要不要结婚这个？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会算这个，我没算过这个。对啊。因为结婚这件事是我本来这辈子就觉得一定要做的事，我自己本来就已经非常确切的事就不太会算，除非是有时候要突然要选择什么的话，通常是那种不会是那种深，不会很严重，对对对对对，通常是小事，但是就是啊，到底要怎么？
就会想要知道更多线索，然后就可以让我去判断哪一个选择比较好。嗯，是。那你说过很厉害，等一下问你。好，等一下跟你说。那当然，你在里面就是说没有激情，然后就外遇了。那你自己就是交往13年还有激情吗？有没有想过就是动摇过？有动，没有激情的时候。有，但是我就会想办法找激情。我就会去跟身边的朋友啊、姐妹啊聊最近的，就是的感情，可能有什么太平稳的很无聊，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一些办法，就比如说可能要开始上网订购一些男生漂亮的衣服，对，视觉性动物。我之前也都觉得在一起久了有必要吗？可后来发现哦，真的有必要，所以有效，有效。哦，什么衣服啊？你真的不知道什么衣服？是他喜欢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一般男生喜欢什么？一般男生都会喜欢的。我不确定是服还是学生的。对对对，比如说什么蕾丝的吊带，对对对，我们不确定公主喜欢什么。好的，对对，好奇问你。可能像戏里面，他好像都喜欢哎、欸，我问不出来。他都是说都喜欢。你戏里就变很多妆，你觉得他会比较喜欢哪一种款式，清纯派的还是性感的？我真的问不出来，你下次帮我问他好了。因为他真的，他很聪明。我问他这个，他就是说只要是你都喜。哎、欸，对，他怎么会讲这种话？我刚才跟你说他不会讲。对啊，就还是会，哎，有意无意这样讲一下。对，这种事情我问不出来。哦，他就都可以，但是你有感受上吧？就是你觉得，哎、欸，好像这一套比较，他比较反应比较开心。你会觉得你会有差、欸，不然你今天穿《爱的噩梦》这样子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哎，感觉起来都蛮开心的。只要有做这件事，对，就是我说，这也不是。OK OK， 这样。哎，所以是有尝试过学生妹 OL 或什么的？没有，还没有这么多元。还没有到这么多元。有些没有角色扮演的，就是一般。有皮卡丘，没有，皮卡丘，你喜欢这种的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我只是好奇，神奇宝贝收服，对啊，对啊，收服神奇宝贝啊，那你好先拿球丢他，唐吉诃德都在卖，没有，好了，没有了，我没有了，我还没有玩到这么深呢，没有玩到这么多，谢谢我会尝试看看。那最近一次的激情就是因为朋友建议，所以哦没有没有，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哦。对，那最近一次你们就是最开心的火花是什么？最近你说是床上的那种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最近一次最开心就是我入围这个北影，他替我开心，对他真的我感觉出来他很开心。要不然抱起来转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在工作，但我可以听得到说啊什么的这种，就是。对，我感觉出来他在庆祝，他就一直回来想要帮我庆祝，我就说真的不用庆祝，没关系。之后也没有做安排庆祝吃大餐了。哎有哎，他是带我去哪吃？好像就请吃饭吧。哦，请吃饭。对，但他其实每天都请我吃饭，只是他名义上他会想要做这种举动，我就已经觉得很够哦。所以你们知道你们入围的当下都很兴奋吧？这样。吃早餐。吃早餐吃午餐之类，因为我那天很晚起床。那一天功夫不是下午吗？你那天睡那么久。对。你那天睡比较晚。你睡到下午3-4点。没有吧？那不是功夫都是2点吗？两三点。你是想我起来在吃东西啊？所以你2-3点起床，然后刚好在吃早午餐。对啊。每次收到讯息还是日常。其实应该是先收到讯息，可是我没有马上看到，然后我朋友就打电话给我。然后他就说：“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现在先冷静听我说。”我说：“干嘛？你怎么了？”我心里想说：“哎，你是跟男朋友怎么了，还是之类的？”然后他说：“你入围了。”他是你朋友，不是工作人员，是你朋友。对，圈内的，对，就事情跟我说，就反而是他第一个打电话，就是因为我刚好没看到讯息，其实工作群组有传，那也没有一直想，手机一直响啊。就是叮叮叮叮叮，没有啊，我都关静音，所以才没听到啊。哦，所以你当下也没有太激动，好像没有，就是啊，真假的这样子。但是很激动，当下没有，当下没有，但是
挂掉电话之后赶快去点工作群组，然后就哎、才开始有那个感觉，因为他不是说要打那个入围的颜色，对，然后就越打越有感觉。本来觉得哎、没有什么真实感啊，这样子。对啊，那大原来也是第一时间就告诉姑姑吗？对。你是第一时间？没有，我是我没有接到电话，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。那你怎么？你是看到讯息？我是看完医生，然后走在路上在滑手机的时候，才看到工作人员的讯息。然后他是先说恭喜你入围，我想说什么什么入围什么，就说入围什么，然后才看到那个名单。对，你想说什么？吓到。那在路边很激动吗？我一直假装冷静，又有一个人，然后很害羞一样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发抖，因为我就那个情绪就先憋住的那种情绪，就是导致我在发抖。然后那记得我那时候很想要跟姑姑讲，但是她在工作，对，所以我第一时间好像是先传群组到我的姐妹的群组。哦，对，然后就只有大家就庆祝，好像也没什么，就是她很开心，然后。说要请我吃饭哦，那北影要不要来参加？真的还表演北影表演？有这种事吗？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他可以一起参加啊？他可以坐在台下，好像可以，可以啊，有名额，对啊，有吧？应该有，我邀请他跟我一起，就是北影可以发出家人，带家人哦，对，我们就点了耶，对啊，我们就可以当面问他。对啊，喜欢什么样的？你们怎么可以当面问你喜欢怎样的衣服？然后我们再跟你讲，他一定不会同意的。他很鸡歪，他个性鸡歪，他很难相处啊。我都觉得我很厉害。不然我们就是北影用一个工作的名义邀请他，可能就如果有人邀请他，对，没有是要制作单位去邀请他来表演，正式表演，对他就可以。但是我私底下请他那种，他不可能会答应。哦。啊，分那么开哦！啊，北影想他金牛哦，他金牛座，他很难相处。哈哈哈哈哈！占星座，占星座，不是他个性比较古怪，没有家庭因素的影响哦，是他本人的一起，其他金牛座也很好相处。生生重生这样，那两位对得奖有期待？我觉得入围就很开心啊。因为我从来没有入围过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入围就是肯定，然后我觉得诺拿奖是其次，而且我得奖感觉还没准备，所以就现在觉得我跟你讲不用准备，不用准备吗？是前辈跟我讲，他入围金曲奖很多次，然后他就说他得一次。那一次中的他是完全没有想感言，他说他每次想感言的时候都不会中，所以我们要小迷信，迷信，我要迷信了，不要准备，真的不要准备，不要跟我讲。对，那对啊，所以你代表你们因此不准备吗？我也是在想，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 yes 少一个功课，我也是抱持着就是入围就已经真的够开心了，不要想什么得奖。可是我的另外一半，他有发文在他私人脸书，他说什么什么入围就肯定就是要拿奖了，他就这样给我压力耶，他好烦哦。因为我觉得他这样讲会，这又不是你的决定，我会变成我如果没得奖，会对我的失望是来自于对他给我期望，然后让他失望，加负责，好严格啊，对啊，不然我原本也想说入围就很开心啊，想什么得奖，然后想衣服啊，要开开心心漂漂亮亮，定妆。还没，定一次了，但还要再定一次。哦，那你大元你准备了吗？定了，完成了。那一套姑姑看过吗？是她喜欢的吗？没有，不能问她啦。他可以帮你客观的看一下，美不美啊？没有，如果是有那种比较太性感的，我都不太会问她，因为她就会给我很多反面的。所以意思说很性感。算是还没有确定啊，但目前是可能会走露的吧，露出比较性感，比较性感，可以啊，算吧，棒哎，舞美，红毯舞美，舞美，难得走一下，对啊，你应该也要，我没得性感，背也算背啊，背，露背吧，背也算啊，露背，脖子线条什么的，但是既然你们这么迷信，这样入围，你们会很迷信的，现在开始去拜拜啊，干嘛的。再打一下脸吧。对，再去打。好哟。去典礼之前。等一下，我就问他，那个
大连的。我反而就是录了，我就没有再去，没有不是没有再去拜拜祈求这种的，因为我就是不想要给自己抱太多期待，因为我去做这些事，最后如果没有得奖的话，我会更失望，就干脆就是。真的是顺其自然，嗯，对啊，会连迷信的也都以后不相信了这样子。对，哎，对，我怕到时候去做这些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也觉得算了，不想再相信。那你用塔罗牌算一下，我不敢，我也不敢知道，我不想知道。那如果说，如果说现在那个兔子给你们一个愿望，你们要许什么愿望？剧中的那个兔，片中的兔子。哦，我想要许那个。过敏消失，嗯，对，因为过敏真的是眼睛会过敏，鼻子会过敏，身体过敏，而且很多东西都不能吃，嗯，我很爱吃，嗯，我都照吃，然后就过敏，嗯，而且穿衣服有时候会不方便吧？对，毛毛的会，那你可你不能遮，对不对？它也不能遮，其实是可以遮，但是遮了会会变严重。这已经多久了？这个我觉得至少是，其实从小就有，嗯，但是。开始工作之后3年吧，这3年，嗯，就变慢性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压力跟睡眠，所以这次算是大发作，这次吗？也不算，就算大概八成严重，嗯，没有到10成严重，嗯，对，8成。夏天都会比较严重，对，夏天比较严重，有流汗，嗯，开始去做一些调理身体，然后我在看中医，我。西药已经吃到怀疑，所以你现在换成中医，怀疑人生。对啊，我想说换中医看看，对，然后再等一下问一下那个，等一下给你，我等一下给你咨询，等一下再问一下那个达脸，达脸看看怎么样可以治好。达脸不能吃过敏，达脸是那时候的运气哦。达脸会不会连脸上都有？哎，我反而觉得你打完脸会变更过敏，因为我的眼睛都过敏了，吃补水，然后掺杂一些就是回锦的。但他是没叫我喝下去，对，我刚也在想，他没有说要喝，他只是就是撒你，你撒我打脸这样。可以。那大远嘞，应该给你许一个愿望。我希望，姑姑浪漫一点。不用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已经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十全十美，所以，我想不到哎，我希望可以换一间更大的房子。很实际。是为了之后要生很多小孩吗？就是为了有可能会生小孩，对，嗯，你有想要打算生几个？最多两个吧，两个，嗯，想过性别吗？就都可以。我想要女生，女生，想一男一女啦，可是第一个想要希望是女生，姐姐，因为没有生到女生，我会觉得好可惜，就想要把她打扮成对啊，而且女生就贴心，对啊，因为男生你看长大之后。就以自己女朋友为主，对，所以想要生女生好，现男生，小男生好，好，看到好多方面。但有时候控制欲很强的时候，女生就反而会就是想担心他这担心他那。你说女生？对啊，如果你生女儿，你会比较爸爸会比较担心吧？妈妈女儿妈妈也会担心吧？就是担心她交男朋友啊什么的。反正我就已经先想好，不管男女，我希望的。教育模式就是跟朋友一样，就是什么都可以胡说，他叫男朋友什么都可以跟我讲的那种方向。我刚才也是想就跟他当朋友，希望可是可再不生，我就跟他年纪差太多，没有，在心态上保持年轻就好。对对对，可以。就现在进度是怎么样？婚期？还是其实已经登记了？没有，还没，还在找日子，好日子。迷信性，好了，跟你们讲为什么好了。对，因为老师叫我明年再结婚。终于讲出来了，说算过吧？对，算过了。因为大家一直问，就是为什么都不今年？对，因为老师说明年結，明年结。但是老师有说今年结会怎样吗？没有，但是明年结更对啊。那就会想要，对啊，所以才就是一直拖，就等对。哦，所以可能姑姑一直想要登记，就不要不要。对，我就说，那老师就说明年了。他说好啊好。他都不敢讲。那登记也算了。对啊，登记就算。我还去跟老师就再跟去。说明是仪式。登记也算吗？他说对。哦，原来。对，真的，那你就要等明年了。对。他是农历明年还是国历？没有这么细，我等一下有问那个。他就说明年就对了。
因为我怕就是很急啊，就是农历跟国历误会，然后还是有差一个时间。他没有说那么细，我怎么觉得看流年的时候再去问？变成我是超迷信的，对，你已经很迷信，真的。我现在是很迷信了吗？可是现在结婚的人公证，如果你会不会看日子，还是会？是会。我会。那你会去问老师说哪一天公证比较好？啊、你看他有没有？哎、那你这样，你们典礼会不会去看什么幸运色？哎、我倒是没想过哎、要看吗？哎、那如果紫微斗数说蓝色，然后那个说绿色，这样怎么办？哎，紫薇好像会讲哎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就你放什么全部重定。我们等一下去问唐老师。哎哎，哦，我们等一下，这样会被公司杀了。如果换颜色后，我就可以重定妆嘛。你看他这样子，对，他要没有。那我不要问，应该是不要知道。内裤穿那个内裤，对啊，你练你练。那种很刁钻那种金色内裤去哪里找？金色的是很稀有，真的。有啦，香槟色是有啊，还是有，对啊，很刁钻的香槟色。我这样子，我们做不行啊，这样做越多就会失望越大。但我觉得你会忍不住尝尝幸运色，今天运气好吗？几颗星？巨蟹座今日幸运，今日幸运色。小人是谁？你会去尝吗？是，哎，我不会每天看哎。我也没有到每天，我很佩服每天可以看股票的人，很有毅力，一周运势这样，真的没有，我都是不小心滑到的，哦，真的很，他推荐你这样子，对啊，就是天那个娱乐新闻，他都会写，代表你很常查，所以他会一直出现，那也算吗？是吗？也算吧，娱乐新闻有些他没有是演算，哦，是演算，你说什么他就一直出现，好，不然我们就预先问一下七月六号等典礼那一天。运气，然后要几点起床啊？几点起床？吃什么颜色的早餐啊？这样不会，我们不会到太夸张。对，避开什么？做的越多，要是没有。对呀，对啊，这样压力很大。好的，谢谢，能搞很多哎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他脸好，有没有想要去哪里蜜月？没有哎、欸，对，还没想到吧？我们连婚礼要不要办都没想到，就不想麻烦，我觉得好太麻烦，很累哦。想到请谁就很累吧？对呀、啊，然后排位置就觉得天哪，又要得罪人了，对吧？而且这个请人，那这个要请吗？对啊，嗯。而且因为我妈又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，她就说如果你办的话，就是你不要收礼金。他不想收礼金，我想说，哇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到底要花多少钱买？对呀、啊，不然开放购票好了，这种也可以，不行的那个。